言论也是有理啊。不过一般人奉行这么是有所代价，在这前提之下，这会当讲是做好是应该的。但是你什么都无得到，当然是爱论功行赏啊。会呀、啊，王兄，其实我这样已经得到我想要滴的修书了。王王，什么都无修书依你啊？到底你得到的是什么？王兄，就是甲你面对面讲话的机会啊！甲我见面的机会，正是因为金相公抵达，是断情天不情，当作天真情，是王陵我都轻，三分主家兵。国帅参言，并非我愿意啊。但是下令的人是你呀、啊，你就应该爱负起责任。啊，就当那注意的严肃。我不想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现在我乃一切地理别来一定修建一切地理不将但是你爱知影，本王是一切地价之主，你竟然敢在大殿之上出言侮辱伊母，那不是多谢王后出面求情，本王早就温准众神的请求，将你碎尸万段。王兄，三海精灵是威力浩典的不下当罪。嘛是绝对袂用个触犯的禁忌啊！感谢王后的宽容。虽然你任我的动机真特殊，表现嘛确实不凡，但本王就是唔相信你是一切敌人，除非。你会当回答我的问题，证明你的智慧啊！欢迎王兄提问。那是我无法度回答，便临兵处置，绝无怨言。有胆识，好，那呢就一言为定。我来想看卖，好，我来问你，
现在天上当真发生什么大事啊？王兄，这个问题未免强人所难哦。王兄，现在天上的天灵和阿修罗正在发生战争，这就是我的答案。哦，天上发生战争，这王兄，这个答案是要如何证明是对还是不对啊？天干心痛。本王稍想看卖啊，一个人聪慧，竟然以无解之解来回答我的天文难题，今嘛反倒等我本王难解了。心中已经有答案是吗？我搁给我淡薄时间呢。王兄，我的答案并非你所想的，是将欺骗好心之事啊，佛经明山。兄弟王兄，天上的天灵与阿修罗累劫以来的战争，双方所伤惨重，不得安宁。可见战争只是带来更加多战争。古长时间来看，应该讲是一点啊利益都无啊。而且你敢希望你的皇子未来都要面对你所留下的苦海，随时都担心邻国的报复，甚至如同今日同款，被自己的百姓围困对战啊！我无愿意。王兄，你一生奋斗，不就是希望
将一个富足安康的国家交在咱皇帝的手中吗？敢是安尼？当然是如此。阿舅同啊，不是，一切得人啊，本王认输了，感恩你特别前来开导于我。本王答应，不但会取消恢复令，也会停止所有战争与苦战。现在，既然我的心事已经确实得到，那安尼，我也应该就要回去了。法师，请慢啊！法师，请你慈悲，表露你真实的身份，并且接受阮的供养。现在，阿周多纳是我真实的宿命。出家以后，大家拢叫我梁秋，梁秋菩萨，参拜梁秋菩萨。现在菩萨，我来彼国，有尊教化，多谢贵敬，为表感恩，见事协方，调压上下，信佛恭敬啊！感恩大菩萨，菩萨，你不知是救了王上的性命，更加是救了贵的国家。此情此恩，实在不知该如何回报啊！现在，王后愿意受智慧，王上愿意行慈悲，这就是上好的回报啊！当然，当然啊！菩萨，地主怎样你论别无双？同时也叫阮你神通广大呀，希望未来会当照中菩萨你的神通，令国家更加富强，百姓更加的幸福啊！神通，王上，你是不是未记得天人与阿修罗的战争啊？Yeah!
萨过分的事，文王不在皇上一边心痛。皇上，我想到一种神通，真适合你专心一边。哦，太好了啊！请菩萨开示，就是告解神通。告解神通，正是啊，皇上。皇上，愿你以正令传播正法，正法自然就会帮助你圆满一切。这就是佛法的不可思议。现在得做修改。王有旨，臣在。文王重申，还我国境，万教和谐，尊重佛法，两朝菩萨奉为国师，正令施行，为师是尊。臣遵旨，现在。用心
不知不觉，我也已经百岁了，已经做完的代志真多，但是未完成的代志，同款嘛是真多。准叔啊，当初你忧花民间，遭罪团连，甘就是这种心情吗？结婚绝对不能令正化在这代断绝的意志，虽然那些一男子因是真优秀，但论气量尚不足以立两江万金松啊！师父，如此一来，敢要封号大梁菩萨，主动外出，招找团练啊？会呀，罗生，你认为？为苏东初为什么会答应国师的请求，留在这血红山寺中呢？弟子认为，是国师父言亲厚，所以师父决定以此作为弘扬中观思想的基调。利民利国，为法为家，真好。你讲到一半，可是是有因缘，才会留在这。但是国主不是阴阳的转播。师父啊，那呢？这另外一半阴阳是什么呢？不免紧，不免紧。为师都拢已经在这等过了三年。是王上那个父亲啊，伊就一直霸占王位，你就无法得去，我嘛无法报仇，所以必须爱死。奇怪，这明明是菩萨做成的事，但是为什么修为会如此心硬呢？我看你一定是王后派来的刺客，是你，别怪我，别怪我。